Hello，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民狂将央的沙雕游戏实况第四期。今天我又来到了4399啊，找到了这一款叫做《逃离医院不容易》的一款游戏，感觉上应该是一款类似解谜的一款游戏吧。我们来直接开始游戏了。好的，可以看到我们有章节可以选择，背景音乐也是比较的有种傻傻的感觉啊。那我们来选第一张，哇，这么多关嘛。我们这个沙雕游戏实况嘛，都是用来体验游戏的啊，肯定不可能去玩的多么的认真啊。我们来随便玩几次啊。这个上面这个体力是有消耗的呀。我们来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啊？免费提示，这个游戏要花钱的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账号什么的，没有用啊。不是，好的，我们找这个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戏是什么情况啊。我们进入游戏之后呢，这里是一个墙角吧，这里有一个沙发，我们可以点沙发，我可以弹啊。我们刚才弹了几次沙发，把沙发给弹坏了。然后地上有一个毯子，这不是毯子，这是盆还是什么东西？上个铁板，就那种饭店里去放东西的一个东西啊。然后上面写着4399啊，旁边是一个饭盒嘛，我们点不了，我们到房间右边。哦，这是我们的主人公应该是。然后我们应该就是要逃离这个地方啊。好，这个枕头可以，哎，有钥匙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那不是直接可以通关了？我们试一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个我们下面这一个是窗口啊。那只有试一试啊，直接通关。哪里？啊？不会是第一关这么简单吗？我们体力消失了。哦，这个体力的恢复是需要去观看广告的，我们来观看一下广告啊。其实啊，这个广告也是它沙雕的一部分吧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，第二关是什么呀？我们依然是这个人啊，旁边依然是这个房间啊，这不就简单了？旁边变成了一个 WC 的厕所。哎，怎么敲也打不开的。我们来看枕头下面有没有东西啊。哎，又是一把钥匙，破损的钥匙有什么问题吗？看来是打不开门了，我们把这个钥匙修好才可以。阿莲，我们找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？那这样应该，哦，是一个按钮，我们打开了厕所的门了。好，我们进入了一个 WC， 后门打开，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角从这个后门啊，也就厕所里跑了。咱不知道为什么厕所可以让他跑吧？啊，这是好，我们来到第三关，可以看到我们主角在右边房间右边在走动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医生拿着一些诡异的药啊，这个医生也是怎么说呢，有一点恐怖的感觉啊，猥琐。那个医生一动不动，我们来找过关的方法，打开柜子，柜子里面有什么？哎，有一个东西，袜子。好，我们是进入了一个。生化武器可以用来熏晕讨厌的人，这就很凄惨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拿到袜子了，只要把袜子给这位医生的话，哎，可以听到这个医生剧烈的咳嗽之后倒在了地上。我们拿到了一把钥匙，有了这个钥匙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个厕所的门是打不开的，那么直接用钥匙打开这个锁，我们应该就可以逃出去了。好，成功了。好，生化武器精通。我们来到了第几关了？第四关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医生正在锁着 WC 的门啊，这样我们上厕所都上不了了。枕头下面依然是我们的生化武器。有了生化武器之后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。我想拿红色的药水，当然是拿到了的。这个药水是用来干嘛的？我们来看一看啊，把这个袜子给医生，没有反应啊，不想要袜子吗？要不要药水啊？也不是。阿莲，可以把医生打飞的吗？啊，那我们就拿着钥匙打开门就可以逃走了，不是吧？有点奇怪，不是，那这个道具是干嘛的？啊，弹射器，
哦，虽然这个游戏会给你很多的没有用的东西啊，但其实，能够通关的方法其实是非常的少的啊。这个这一关的整容是不可以移动的。哎，什么绿色卡片？我拿了一个道具啊，门口好像是有一个人影啊。好，拿到了一个钥匙，这里肯定是有什么悬啊！这个卡片直接粘上去就可以啊。没想到，这是没有色盲哦。这一关是用那个卡片改变那个 WCL 厕所的颜色，就可以从厕所里逃出去了。给你钥匙什么都是唬人的。我又拿到了一个钥匙，一个角二，角二。然后我们看枕被子底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依然是一个角，角一，一对角。不会是阿莲。啊？为什么要撞门？哦，这一关没有 WC 的门了啊，我们只有一个钥匙，破损的钥匙还是？还有一个沙发啊，沙发里蹦出来一个锤子，锤子我们能干嘛呢？我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好像知道我们要干嘛了。啊？啊，这个后面居然有个洞吗？不是，他这是把墙给凿了吗？有点意思啊，我们这拿到了一个勺子啊，有了勺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勺子把啊，红色卡片，不会是？哦，失败了，不可以用勺子去挖坑啊。红色卡片是，它会让你停住脚步。不会是要放在门口吧？哦，又失败了，不可以。嗯，我们来继续尝试一下啊。哦，首先这一关要拿到一个勺子，拿到勺子之后，我们可以从地板上找到一个坑。在这边地板上找到红色卡片，这个门自然是打不开的。哦，点击太多的话也会出问题了。看来是输了。好，我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看了一下提示，这一关非常的难啊。首先的话，你是需要一个勺子。这时候呢，你们看那个窗外的啊，不是这个墙外的医生呢，他会时不时探头过来。我们只要拿勺子去挖，然后再把砖盖回去，等到这个医生的影子啊出现了，他会往里面瞅一下，我们再用勺子去挖，咱们又被逃走了。阿莲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好，我们终于从勺子挖出来的坑里逃走了，虽然可能就是躲在里面吧。哦，这里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获得体力的地方，拿到了体力就可以继续游玩了。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五关吧。好，我们日常的从枕头下面找东西，一个弯头水管，然后这里什么东西？这是啊，里面有一个什么？不是，要用水管接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接上了水管，然后啊，不是吧？根据我多年玩各种各样类型游戏的一个经验啊，我是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过的。首先把这里给连上啊，连上之后。差不多这个样子。啊？看来不是这个样子。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？
它这个东西是往下面灌水啊。电箱医生，难道是要让那个水龙头的水去接上？嗯，你要是想让水龙头走的话，只能这个样子走，这样走。啊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看着这个样子应该是可以了，我们拧一下试一试。好，成功了。哦，我们成功的逃脱了，真是非常简单轻松的，管道工人还行。我来到了这一关，哦，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新的室友。从柜子里找到一瓶水，一杯水啊，再找一个什么网兜。我那个洗手台是没有什么效果了，上面有一个蜘蛛网啊。他想要蜘蛛啊，我们给他逮只蜘蛛。来，逮到了一只蜘蛛啊，这蜘蛛长得是非常奇怪，居然有两个一个头。我们把这个蜘蛛给他，他想要勺子。啊，这位应该是非常可怜的一个精神病人啊，被束缚住手脚，就像某个哇 Joker 一样啊。精神病人都这个样子的吧？我们从哎不是，不是，要怎么去找到？要怎么去找到？找到勺子呢？你要喝水吗？也不是喝水啊，锁也是打不开的。那么这杯水该怎么用呢？你喝，他是不是有什么超能力呀？你把水喝了，他想要勺子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勺子，我们只能去换勺子。啊，看来是没有办法了。阿莲，不是吧？那个勺子居然可以从他的对话框里取出来吗？这个，那这杯水是干嘛的？这杯水是用来误导我的，原来如此吗？啊，成功！真让人头大，确实挺头大的。那么我们再来一次。这个游戏怎么说呢？虽然是挺沙雕的，也随时充满了广告啊。他这个病人睡着了 ，What the fuck？ 可以看到我们因为一直在逃跑啊，被五花大绑起来了。这时候要用绳子啊，这个要想办法救救自己。好，掉下来没有摔死。既然我在上面，那么谁拿着枕头呢？这就很离奇了。这么一看，四下无人，那肯定我们要的东西应该就在地板。他想，不会是从他的想，不愧是精神病人，居然可以从他想象里拿出来钥匙。啊，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呢，事情就变得好做起来了。好，我们拿到了新的体力，继续蜕变。蜕变还行。我们来到了新的一关啊，依然是这位病友和我。我呢？我们人没了，钥匙也变成了先进的。不是，是锁吧？是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这是啊？啊，红加黄等于四，红加黄再加两个黄等于蓝，就是蓝等于四加两个黄，那么一个红等于多少呢？这就很离奇了。我们来看上面那一道题啊，三红减三黄等于一蓝，那就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三红减三黄等于一个红加三个黄，
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方程啊，大家和我一起在脑子里想一下，方程的两边啊，同时减去一个红的，就是二红减三黄，等于三黄。二红减三黄等于三黄，那么二红就等于三黄加三黄，就是说一红等于三黄。一红等于三黄的话，那这个红应该就是三，黄就是一，红是三，黄是一，蓝就是六，三一六，红黄蓝三一六啊，红黄蓝三一六，非常的简单，没有压力啊。没白学啊，方程是没有白学啊。我这个从数学里啊，有很多讨厌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方程我是不是怎么讨厌，因为我感觉方程比较适合我。你这个方程的两边它是永远的平等的，永远的就是相同的，两边你加我减，你减我加，非常的有道理，比那些什么三角什么东西的有道理多了。这就不有趣了，还要来兄弟，不要啊！啊，这个，那么怎么说呢？这一期感觉上还是不错的。如果各位想让我继续做下去的话，欢迎啊，欢迎去点赞、投币、加收藏。我知道我这么一个 UP 主要求这么多也不好啊，那么就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早生贵子，下期再见。